我们先将输出第一件事，第一件事 ，file。Export 第三 ，Media 可以吗？应该记得住哦。Export 就是输出，然后接下来麻烦请你在这个地方封面地方，请选这个地方一定要选哦，请选这一种 H.264 是国际标准，它的输出就是 MP4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麻烦请你选那个宽度1080，它这边会改成因为它这边锁起来了，好，也就是我们输出的格式是1080×720 dpi， 放在很漂亮的一种格式，接下来最后你就选这个输出，点下去输出。那因为我做的秒数只有16秒，所以它输出大概也是16秒。好，就是一倍的时间来去做输出，所以请你不要做太长。OK， 那稍微注意一下哦，刚刚我没有刻意跟你讲它输出到什么地方，因为刚刚我是不是有刻意的去建一个专案资料夹？这个，我刚刚是不是有去建一个专案资料？我的影片就在那里面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在这里，我要的是你这一个档案，你可以自己稍微先去看一下 C 碟底下这个中科底下，是不是就有一部影片，它叫做这一个，请你把它改成你的对，好，快速点两下来去播放一下。麻烦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个地方，做完之后呢，麻烦你就过来前面讲教，记住哦，等一下三点我就会直接把画面锁掉咯，就不会让你们再做任何的操作了，所以现在还有10分钟，请你们现在先做输出。